这样，德昌还病的呀，给大家喝这个桑菊饮。来，把桶放下来，都放这边来。大家一个个排队啊，每个人一碗啊。来，都成，排好队，来。哎呦，谢谢。对，喝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可以，好，喝。哎，谢谢。 胡闹！陈茂才，你这是给病人煎的什么药？桑菊饮啊？什么桑菊饮呢？自古以来就没有这个方子。这是老神医开的方子。那这是什么方子？这桑叶、菊花、杏仁、连翘、留神医啊，这就是你给病人开的方子？还有薄荷、桔梗、甘草、芦根。 八味同主，便是桑菊饮。哎，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的事啊。这都是心凉解表的药，你用这种寒凉的药物来治伤寒，这不是杀人吗？以寒止寒，这是我精研伤寒病60年所开辟的一条西径，所以呢，也有人把我这一派的医学路数称之为寒凉派。 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呀！圣医张仲景，药王孙思邈，这些在九泉之下的古人，要是知道你这样胆大妄为，那他们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。今人未必不及古人，古代治不好的病，未必今人不能治啊。我说你们把这些药倒了，这些药不能喝，把它倒了。倒了。你们。 相不相信我呀？我相信刘神医。我也相信。我们也相信刘神医。嗯。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刘神医，算你赢了。李太医。